你可以拥有我了。等多久了？没事，我也刚到。抱歉啊，刚才有事出门，走吧。今天还是要多谢你及时赶来支援了。你这么着急，还说限定今天，我当然得赶紧了。没想到苏队长还真是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啊。就翻这个吗？什么呀这些？我们准备转型，库存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店铺页面上也已经空了，我必须要加快进度，跟目标品牌方尽快建立合作。你这么着急，昨天晚上干嘛不找我呢？这不是不想麻烦你吗？对了，陆群最近总是去找韩萧离，还去了他家，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告诉过他别有任何企图。干活吧。嗯，你来翻译，我来记录。你确定要我念吗？词儿是不是太难了？要不我们还是用翻译软件？不用不用，那我念了。嗯。本产品沁凉滋润，质感温和，丰润肌肤，甜蜜紧致，使毛发柔顺。下一个。宋星辰。嗯。你是不是跟我说过，女孩想要的是明确的被拥有？可以拥有你吗？你什么时候养的狗啊？大概是饿了吧。是你啊？你怎么连狗都要套近乎？不是，他不是那天我们一块救的小狗吗？我们一块儿？嗯。是你？你不知道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是，我以为你知道呢，你也没问。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其实相亲那天我就认出你了。其实吧，那天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要劝退你。我感觉到，我还纳闷呢，我说你怎么言行举止跟我认识你的都完全不一样，这女孩怎么有两副面孔？所以那天才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嗯，那现在的我和那个时候的我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？现在的你喜欢我？不只是现在，从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你。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相亲的时候还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很惊喜。然后呢？是不是现在有点失望？我只是有些好奇。因为后来你又来了救援队，我就在想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
我这样的女孩怎么了？我没想到你这样的女孩这么漂亮还这么能吃苦，竟然会自己主动来到救援队跟我们一块在泥巴里边打滚，跟我们一块上山下海，很难让人不动心。花言巧语，给我戴高帽子。那你呢？你对我动心了吗？你发烧在我家那天晚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见吗？没听见。能再说一遍吗？那我再说一遍，你可以拥有我了。想你在黑夜牵起我的手，想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温柔依旧无法解脱魔咒萦绕在心口。 I'm loving you